龙哥，龙哥，你冇事啊嘛？点啊？我冇事，翻去先讲。各位同事，今日除咗多谢两位英雄之外，我想顺便喺呢度颁发周 Sir 15年嘅公积金，50,000支票一张。恭喜！周 Sir 将会继续喺本社做教官嘅，希望大家以后向佢多啲学习，因为无论喺智慧同埋角落伞方面嘅理论，周 Sir 都系好啱。啊！啊！我知道不起诉他都得，但是这50,000是谁给的？咁可以扣人工的。哼，扣人工50,000，你知不知道要扣多久？15年到啦。以前谂住50,000差不多养老，而家50,000啊，买不到什么的。嗯，够翻只马骝仔啦。所以咁啊，15年的啦。睇咩睇咩啊！你膊头几多画噶？吓，几多画噶？周 Sir， 多谢你啊！多谢多谢你啊！多谢多谢。啊，再见。喂，唔好搏命啊！好声行啊，新郎哥。争你嗰笔都唔知几时有得还。你里边嗰笔就一世噶啦，我嗰笔啊15年到啦。喂，小心啲揸，你冇牌噶，俾你玩一次咁多咋？得啦。位啊，后颈黑屎极力子厕所棍手仔，拜拜。博士，博士啊，就关于我套智慧术啊、防火啊、降落伞啊，嗰啲理论咧，最近我系想出本书。哦就唔知道我自己嘅名義好啊，定公司名義好咧咁。好慘啊！死啦！哎呀，你有冇搞錯啊？有冇假牌㗎？你盲啊？我睇都係用你。